边个系 messed up 嗰个？好彩你嗌得切咋！如果我无声呐喊嘅话，咁我啊有声呐喊，我出晒汗啦！呢张相咧系我嗰阵时影完之后咧，我觉得自己个鼻好核突啊！你用你嘅方法去处理，之后我 P 到咁样，当时未兴 P 头，未兴啊！但我亦都知道，只要整到周围都咁核突就冇事啦。嗱呢个你真系唔好问点解，因为你都唔知点解系咪？我其实知嘅。因为那时候验阿伦的时候呢，你看你的朋友好地地的，为什么就是你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同埋如果验阿伦好像你这样，他一早要退出了。你是特登剪个钉出来的那时候？不是 gel 出来的，不要看这张，这张很尴尬。你是不是看到他望着你？你跟他对望十秒。我不要跟他对望十秒。我对望了很多年了。这张我也挺型啊，这张这张。蛤，我觉得这张你竟似在船上面独居了很久了，一点都不型。蛤，真的？我觉得个头巾配搭得挺好。你在哪邊？無助的謙文，你是不是 Deliveroo 的員工？頂你咩？那時候是升中學呢，那個叫做 Summer Bitching Course。 Summer Bitching 是不是 Bitching？ Summer Bitching Summer Bitching Course。 我那時候是沒有朋友的，是沒有朋友的，進到去那些人不跟我聊天。我怎樣都要再提一提的，這個 look 是真的我以前最喜歡的，阿 Min 穿了白色西裝褸，然後你現在不是很穿白色，或者不是很穿西裝褸？少了而已，有機會我都會穿。我那時候很喜歡戴一隻手套是去到這裡，就是這個相裡面這個露一些手指出來彈吉他，吉他手那時候是 band 仔期，但你不護手指的，那要彈吉他嘛？不是，其實沒用的。其實沒用的，逼迫你。其實我最想找回那張 MK 相是在這個網上。有什麼？哦，聲啊，你現在還有嗎？現在當然沒有了。現在還有聲教的嗎？我想搞兩張相，一張就是我最 MK 的相，另一張就是我去一間殺咗校的學校探險，然後拍了一張靈異相。黐線嘅，咁都記得。你記得啊？我唔係話黐線咯。Lost your password？ 我入咗，我入咗個聲噶。哇！哎呀，我要讀你嘅聲啊！冇，我唔得。點解？好撚羞恥。點解？個重點就係要咁啊嘛！我要揾翻嗰張勁 MK 嘅相。冇，唔緊要，我哋逐篇逐篇嚟。喂呀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今年生日如果收到頸巾就好啦。你估唔係嚟嗰啲？2006年，琴日同大毛啊，大亂啊，大亂同佳偉去睇麥工，睇完冇人出聲同我講嘢，我覺得好睇，講完。心情真的很複雜，所以沒回到學啦。咦，作了一半的詞，想了兩星期也不知喊點都好聽，加油，充分詞條。又挖佢一半，我意思，我佢呢個唔係俾你繼續玩落去。我係啊，未啊，你唔好諗咩陣間。唔係啊，我要揾嗰張相啊。唔緊要啦，我哋而家再繼續下一個。哇！全部是你嗰啲，系我嗰啲文嚟嘅。今晚食完飯飯之後，搭緊小巴翻 MK 嘅時候，抽落嘅 SMS 令到本來沉思緊之後嗰幾日會發生嘅事，我經過原來已經到咗我嘅生日，我已經過咗18次生日啦。但係喺我個腦入面，好似有印象嘅，淨係好似得兩三個。當然唔計今日依個啦。試過有好多生日，有好多 message， 有好多 MSN 電話打嚟。試過有生日出去玩咗萬通頂，但係就偏偏18歲嘅依個生日，我喺12年之後翻咗屋企，而主動發出 SMS 嘅只得臭樂你一個，佢可真是咁樣用笑喊嘅 emoji， 即係臭樂。喂，够啦！唔知点解，唔系我觉得要俾臭乐听翻呢段嘢。我知咗，我已经听到啦，臭乐。不过唔知点解，当我喺车上谂，点解得咁少咧？我开始搞笑，点解得咁少咧？或者只得一个 SMS 咧？今年
大家都開始有嘢忙，定係真係唔記得咗我呢？之後我就開始諗人哋生日嘅時候，我 send SMS 俾人嘅時候，要出自自己個腦記住，唔係要人提起。諗嚟諗去，唔記唔出嘅，原來記唔出嘅啊！記唔出，得你自己先睇啦。原來我自己都冇將人哋嘅生日放喺腦入面，係個慚愧文嚟咯。雖然我冇將他或者他嘅生日記喺腦裡面，但係唔代表我唔重視佢。我到而家都仲係咁。呢個你人生嘅哲理啊！係啊，我唔會記，即係好熟嘅朋友我都記，我唔記生日嘅咯。最尾這個結論可以當我自己安慰緊自己啦。都話我聲格每隔一排就會發啱風噶啦，蛇仔。當然翻到屋企都有人同我講生日快樂，多謝曬你哋。喂，你嗰時你嘅表面係浮唔到你依個咁少女嘅心態喎，你係咪只不過藏咗喺心裏面？但係你塊面係黑噶咯，係咪啊？我又好煩啦。我又好睇啊。我又唔好讀啊。哇！喂，夠啦，我哋睇相啦，今條片睇相啦，揾到啦。Oh my god！ 我記得依張相啊。呢個是蟹頭年代有影的相，少數，很可惜影不到後面，大家看不到有幾蟹。然後這一張是唯一一張集合所有 MK 元素的，首先就是 gel 行的頭，腳校服，戴著頸鏈，然後在一個不應該拍 profile picture 的地方拍 profile picture， 即是要是廚房要是廁所還要有菜刀。但我那時候很喜歡這張，因為我覺得個頭 gel 得很好了我才拍，但你拍不到你的頭。我那時候覺得個頭 gel 得很好，但個樣子是重點。我的記憶是輕浮的，不像他們。我很羨慕他們，因為他們擁有回憶，而我沒有。從此我也學會了憂鬱。你的溫暖都收埋曬你喺你嘅聲格度。嚇！我咁有文學氣息嘅咩？你而家咪打唔出呢啲嘢？我打唔出咯，黐線喎！今日咧要打嘅就係得一樣嘢啊！今日 M 記請咗我。前途有你創，我今天留家休息。原來只要我在屋企好得閒，就會不停重複飲水同屙尿依兩個動作。本住唔再喺 Sanger 打啲唔開心嘅嘢嘅一個念頭，結果我 Sanger 一個月都未夠五篇，好似關門大吉咗咁。喂，你以前係一個會思想嘅人，呢個都係啊。喂，唔好仲牽炒啊！係咪黐線噶？今日發生咗一件我個人覺得好白痴非常嘅事，但係真係白痴得滯，所以我唔打 public， 而家就 public 俾各位觀眾睇。今日翻咗 M 記，哇！入大雪櫃，凍到篤直啊！唉，做嘢唔夠快添，漏咗兩個鐘油，累咗兩個鐘油，乜漏咗兩個鐘油啊？下場當然係俾人 D 啦，之後希望星期六。可以好多人去唱 K 啦！聽日開始有人，究竟有咩咁白痴啊？不不不啊！我唔知喎。今日宇豪 kick 我 K I C K kick， 我踢翻佢。你會記錄翻啲咁小我跟嘅？點知錯位，腳背中膝頭，痛死我！我咁樣你去打，好適合，好適合。因為你而家都會做呢啲，點解會打上網啊？今日做了一啲好有意義嘅事啊，就係幫咗聖方濟柔道學會嘅人同啲方温仔宣傳，由八點達到十二點散曬，影咗好多嘢啊！可可，咪係先？呢個就係靈異照啊！我唔要睇，我唔睇，我唔睇。OK。咁我哋就完成咗呢個睇舊相嘅 challenge 啦。大個仔今條片學到啲咩啊？就係你個 Sanger 嗰啲嘢，千祈唔好喺人哋個電腦入邊登入啊。例如你妹妹個電腦啊。咩紙都俾我睇曬咧。哇！好彩入邊有啲敏感 pose 睇唔到。即係點樣啊？失戀打 private。失戀都唔講，都唔好笑。失戀好好笑。唔係我之前有個好好笑嘅，好撚柒嘅，我唔記得咗係點樣，總之係我失戀妹得你打 private 啊，因為以前 Sanger 係會連埋 email 噶嘛，好似成封嘢 send 俾個女仔睇啊，報冇人揾啊，我冇啊，我係柒到唔想揾佢咧，明唔明啊？即係已經唔係失戀，咁徹底。幻滅啦！係我幫我自己，我徹底死心。你知唔知我舒服過幾多啊？太柒啦！我唔要識得呢個人啊！好，你有冇嗰封信喺度啊？梗係冇啦，傻噶！我好驚喺入邊有啊，但係冇閱讀資料。
逢星期三、星期日出片，記得 share 我哋嘅片出啦。然之後 IG 同埋 Facebook， 冇 follow 聲。然之後 IG 同埋 Facebook 咧都記得 follow。ICQ 我嘅 number 係17651708，大家可以試下 at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，拜拜啦，拜拜。繼續試先。